好久没有玩这种插电的拼图了。我之前看那个上新的故宫，然后就有看到有三个羽毛，就是都特别肥，然后又特聪明的那种。我上一次去逛文具店，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去买那个漫画专用纸，漫画专用纸还是就是旁边是蓝色的，有带尺子的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分格。然后以前就是学漫画的时候，做阴影，就那种网格，还是要专门去买那个画材，然后贴上去的。就一个漫画的诞生，并不是只需要笔和手画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，因为他这个是想给新的角色写笔记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。这个也很不错。还要再选一个。你们觉得是这个树比较好看，还是这个树比较好看？哪个？左侧的，左边的。然后就这个。不是说天秤座有选择困难症吗？对，我是天秤座。但是有没有选择困难症？有，但程度没有那么困难。不扫这个吗？对，扫这个。Thank you.